子张俱下七之二。一不朝，则贬其爵；再不朝，则削其地；三不朝，则六师夷之。是故，天子讨而不发，诸侯发而不讨。五霸者，搂诸侯以发诸侯者也。故曰，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。五霸，桓公为圣，葵丘之会，诸侯数身在书而不歃血。书命曰，诸不孝，无义庶子，无以妾为妻。再命曰，尊贤育才，以彰有德。